而家外国政治咧可以话走火入魔啊！咁咧就而家呢度有个新闻，咁啊来自咧今日俄罗斯嘅，咁咧就讲咧喺加拿大嗰度，而家咧有啲地区咧就系数学科，咁啊应该数学科一个客观嘅科目啦，一加一啊一定系等于二啊，唔可以等于其他数字啊，一个咁基本嘅学科，竟然咧就话咧佢系一个咧教导一个种族嘅问题啊，就话咧，系用嚟咧，使到咧嗰啲人咧系可以吸收一啲咧非西方中心嘅理论。我唔知道数学本身有分开系西方非西方啊。咁啊，原来咧加拿大呢样嘢咧，唔止系加拿大咁，喺美国有好多州咧咁样噶。咁啊，话数学本身咧，要攞嚟咧系强化咧嗰个嘅反种族歧视啊，咁啊要咧清除咧佢嗰个嘅非西方中心嘅根源。唉，中国可以放心，西方走呢条路，啲喺学校搞呢啲咁嘅嘢，只可以有一个结果嘅啫，就系佢哋出嚟嗰啲学生咧。喺数学上面嘅运算能力咧就非常之差，咁所以将来大家同佢签合约时咧，最紧要睇清楚啲数字啊，佢哋啲数字随时咧计错数，因为咧佢哋啲人咧喺学校入边就已经咧对数学咧采取一个主观嘅方法啦。我唔明白数学嘢点可以主观？你一乘一就等于一啊，一加一等于二，咁呢啲。冇得变成一个主观嘅愿望，有唔同嘅答案嘅嘢，但佢竟然咧可以咧就要推行一啲所谓咧要包容性嘅吓，要反种族歧视嘅数学教育，好嘢啊！我唔知佢点可以点样做到，反而咧佢政府真真正正唔好咁种族歧视，唔好搞呢啲嘢，仲好啦。